我本来是不会拍照的嘞，然后来这里我学到很多嘞。在这两天半，我学会了怎样拍 video， 怎么用 InShot 读 edit， 学到transition， 来 picture in picture。之前啊是跟我的孙学的咯，奶奶你不会什么我就叫你啊，可是我来到这里我学的又不一样嘞。Luckily 我们今天遇到这位老师。他蛮 jovial， 可以带动那个 class。来，老师又教得很慢，你不会，他可以慢慢的一个一个跟你教，教到 until 你会。这边还有提供，免费的那个午餐茶点，还有可以认识到新朋友，比如是他，我们毕竟如故，挺好玩的。每个人都会教来教去了，不会的时候我们就在学，也是要学一些拍照的东西啦，有时要跟家人啊。小孩子拍照去做公园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是用今天学的东西放在那边用。